百事不明问谷歌，甚事不明石头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天说肾，我是石头医生。天天说肾，说到做到，投石问肾，说到就到。今天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尿蛋白的话题。24小时尿蛋白定量大于150毫克，或尿蛋白比肌酐大于100毫克每克，即成为蛋白尿。24小时尿微量白蛋白在30毫克到300毫克区间，成为微量白蛋白尿。生理性的尿蛋白多见于发热、剧烈运动、直立性蛋白尿等原因，病理性的蛋白尿多见于各种肾血球疾病、肾小管疾病、多发性骨髓瘤、肾肿瘤、泌尿系统炎症等情况。可见尿蛋白并不是肾脏疾病的专利，一定要仔细鉴别诊断，千万不可轻率武断。好了，关于尿蛋白的话题就说这么多了。说肾不是事儿，健康才是事儿。天天说肾，天天见，期待您继续关注天天说肾，谢谢。